着轻快的节拍来个左勾拳右勾拳，不论是想要化身最勇猛的拳击手，还是最性感的嘻哈舞者，结合皮拉提斯、拳击跟舞蹈的运动，让上百位来自各地热爱跳舞的大小朋友们跳得汗水淋漓，打不过瘾。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肌耐力，也可以训练到我们的心肺的能力，协调性很重要。它如果协调性有训练起来，比较不容易跌倒。那还有他的心肺的能力，就是他在他爬楼梯的生活上面的话，也比较不会容易喘。就算对自己的武艺没信心，只要跟着老师动作，放松心情，学习听音乐抓节奏，让身体自然的跟着旋律摇摆，就能轻轻松松进入舞蹈世界。如果想要 enjoy 不同国家的音乐节奏跟舞步风格，老师教大家一定要试试现在最时髦的 Zumba。觉得很开心，因为那个音乐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嗨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对对，而且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啊、同学啊一起玩。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希望增加一些这样的运动课程，是可以预防我们老化的。所以我们在社区开办这个课程，我们都希望从职业妇女就可以开始加入，也就是说可能他们在工作之余，带家庭的工作繁忙之余，都可以来做一个舒缓。那这就是相对于在社区里面推动长照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条件跟更长的时间，会让大家活得更健康，延缓老化，延缓我们在老年的时候去卧病在床的时间。让社区大小动起来，文山区中顺里在欢乐的耶诞节前夕，结合了平常在里内推广的有氧拳击、尊榜等各式运动，举办大型 party， 也希望这股风潮能够吹进各个社区，大人小孩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。记者古灿勇采访报道。